算是蛮不错的，投到现在第七局，7.1局的投球里面没有失分，但是垒上了，这一三垒要算他的。对，来看到第二任投手，哇，李成真守备的内容、啊、都是蛮值得肯定。哦，打到右半边，来看到这个球，球，这球中间方向打得不太理想，打得比较高，来看一下中外野手，这个距离拼了，回来本垒是再见啦。这球右半边，来看一下二垒手应该是小二。这样子一来一往之间，30公里。没就对了。左边方向这个球啊，软弱的滚地球看起来是不太妙。三振，值得。都没有机会啊，平正这里是绝对不会。中间方向滚地球交给二垒手来处理。一名打者，这得要看他的表现。这个球，中间放下这个球，不太妙。气势啊，会带动整队的攻势。这个球。